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外面还下着雨呢。你收拾东西呢？去香港，明天走。你身体没什么问题吧？当然没有了。杨菲菲上我那儿去了，说话吞吞吐吐的，我以为你胃病又犯了。她去找你了？嗯，可能是她要结婚了，不放心你吧。啊，嗯，哦，那身份证。 还有银行卡，哎，密码是甜甜的生日。嗯，我往里头打了3万块钱，怕你急用。本来想明天去机场的路上，顺道丢我妈那儿。你存那么多钱干嘛？我们俩不缺钱用，我不要你拿着吧。就算是我给甜甜的，你就别推了。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起来了？那好吧，那就算你给甜甜的生活费，以后你不用每个月往卡里打钱了。我明天什么时候走啊？早上9点的飞机。啊。 箱子的地步。
昨天晚上安小米来了，他都知道了。我告诉他了，你可以安心的走了，会有许多人围着我转的。我怕你需要人帮忙。周老师，你为什么告诉陈老师只是胃溃疡？等最后知道了结果再告诉学校吧，最起码得知道是几期呀。蓝涛还在下面等着你呢，他有课先走了。那你也回去吧。安姐，她说过什么时候过来吗？说好了今天上午过来，快了吧？我送你下去吧。请原谅，我不想看见你们俩同时在医院里伺候我这个废人，给我留点自尊好吗？好吧。小姐，请问您去哪儿？师傅，停车。安姐，安姐，小杨，安姐，一鸣就交给你了。你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吗？
这样我在国外也能随时知道他的病情。国外的医疗条件都要比这边好一些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你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，血管都找不着。我来帮你吧。你是他爱人吧？我就说嘛，怎么后面又陪伴？认住这儿。嗯。行了，老婆来了，血管也出来了，等液体完了叫我一声。喂，哦，是经理啊，我是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来得及跟您说，我得跟您请几天假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一个星期吧，可能还得续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是见习的，要是您为难的话，您就把我除名吧，给您添麻烦啊。好，再见。喝粥。我不想吃。你不喝哪行啊？你没听人家说啊，你这老不吃饭，血管都瘪了。我不喝，我这胃里难受的一揪一揪的，让我怎么咽得下去啊？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忙自己的去吧。我现在没有什么事可忙的，现在伺候你就是我最大的事儿。你犯不着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为了我这快报废的人，你连自己的工作都不要了，你将来吃什么穿什么？你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你发作完了吗，周一鸣？你是怕欠我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欠我的。你以前欠我的，从今天开始你还得欠我的。这辈子还不了，下辈子当牛做马慢慢还吧。人到这世上来这一趟，你不欠这个也得欠那个的。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堂堂正正的认命吧。砸东西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喂你两口饭怎么了？等你做完手术，即使接尿不也得有人管吗？这个人不该是你。我命苦啊，谁让我摊上了呢？怎么着，你想怎么样？让我袖手旁观看着你死啊？让我将来难受后悔？让天天恨我？这个人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哪儿啊？你总是忙着送温暖献爱心，你是贤妻，你是良母，你是千里挑一的孝顺媳妇儿，你把好人好事都做完了，你这样就幸福了是吧？就充实，你让别人有很大的压力，你让别人在你面前自惭形秽。你可真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这忙里忙外的，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幸福。行，就算是吧，那就麻烦您再成全我幸福一次，行吗？喝粥。
甜甜啊，你吃了吗？妈，我吃过了。你听着啊，你爸爸生病了，妈妈在医院呢。你一会儿给老师打个电话，晚自习你就别去了，请个假吧。你过来看看你爸爸。哦。这楼道里穿堂风，别感冒了。快走走走。小敏，我今天说的那番话挺混账的，别往心里去。我要是往心里去啊，就不会在这儿待着了。其实你说的也不全错，我也不是什么活雷锋，我就这么一德行，就愿意听人表扬。上小学一年级，我就知道提前跑到教室擦黑板，就等着老师表扬。可能是因为打小跟我妈相依为命吧，就没有安全感，老想往人多的地方凑，想讨好人，怕落单。小敏，别说了。我说的是实话。要是让你不舒服了，我很抱歉。不是的，都怪我。我就像一条疯狗，逮谁咬谁。一鸣，你就让我照顾你这一段吧。不管你心里怎么看我都行。小敏，你是个善良的女人，你总在关心周围的人，这不是装的，是你与生俱来的一种品质。可惜我不懂得它的珍贵。是我没有这个福气，我这好人只配孤孤单单的死掉。一鸣，你别说了，我和甜甜，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。外面风大，快点回去休息。爸爸什么病？可能是癌症。不要哭，至少不要在你爸爸面前哭。为了你爸爸，咱们爷俩必须坚强。好了，洗把脸再进去。嗯，走。
爸爸。甜甜。你不该来这儿啊，医院的空气也不好。书包呢？我晚自习请了假。这不行，会耽误学习的。我会赶上的。疼吗？不疼。甜甜，那部《海底总动员》，爸爸买了碟片看了，是一部好片的。等爸爸好了，我们再去看电影。爸爸不是个好爸爸，和小丑与马林比啊，差远了。我还想跟爸爸去滑冰呢。我跟你姨妈说好了，让她带着超超上咱家去住去，省得你晚上害怕。这两天妈在医院守夜。小米，你不必陪我。要是你姨妈早上没起床，记得自己热牛奶煮鸡蛋，别忘了维生素和螺旋藻啊。我记住了，妈。走吧，妈送你去车站。爸，再见。再见。睡觉，嗯，放心吧，我知道这后边的事儿多着呢，我不能让自己趴下。你自己也是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啊。嗯。行了，妈，你快回去照顾爸爸吧。不行，妈要看你上了车的。他已经不是一棵小草了，早晚得长成一棵大树。哎，身子就别擦了。你就拿我当护工不就完了吗？病成这样，还瞎讲究。还是请个护工吧。你是说护工比我强啊？护工哪能跟你比呀？那以后就别再提这事儿。你生病这事儿，先别跟爸妈说了，等实在瞒不过去了再说，你说呢？嗯，我听你的。住院之前我给他们打过电话，他们以为我去香港液体打完了。
这什么呀？芦荟。听病房的家属说啊，芦荟汁儿可以增强免疫力，抑制癌细胞生长。来，一鸣不好好吃东西，我得给他补补。哟，这活的死的怪吓人的，这个。哎呦，人家买鱼的都给杀好了。来，你帮我切点姜啊。昨晚睡觉了吗？趴床上睡俩钟头，没事。你以为伺候个癌症病人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？这准备一直伺候下去？我不伺候谁伺候？让他七了八十的爸爸上医院陪着他去。那杨菲菲呢？哎呦，我跟你说了，杨菲菲都要结婚了。杨菲菲为了他，差点连国都不出。在你的世界里边，全世界都是活雷锋。请个看护，你每天过去看看已经很不错了。请个看护能有我照顾的好啊？我跟他在一起生活十几年，他爱吃什么，讨厌什么，我心里都知道。他要是没有多长时间了，至少我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能活得舒服点。他病了是可怜，可是你也用不着这么，把自己给搭进去啊。有了癌症，一拖就好几年，你天天守着他，你算什么？你凭什么呀？你也过过自己的生活了，谁给你发工资？你不找对象，不结婚了？他要是病个三五个月就撒手，那也罢了。哎呀，你咒他呀你！他愿意活多长时间，我就愿意伺候他多长时间，我高兴。林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听按摩院的人说你们家出事了，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拎这么多东西去哪儿？去医院。那我送送你们吧。不太好吧？太麻烦你了。那有车夫来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还得回去给两个小子做饭呢。那走吧。打算抛下自己的工作和所有的一切，就这么一直守着他？哎呀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是想，我现在不能不管他，他身边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的。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我知道，确诊以后多半要手术的，等做完手术再说吧。你的前夫很幸运，遇上了像你这么好的女人。遇到谁，谁都会这么做的。那不一定。哎，原来是这儿啊！我有个亲戚在肿瘤科当主任啊，真的？那麻烦你，能不能给他们打一招呼，让他们关照一下？现在他那个主治医生太年轻了，我有点不放心。啊，那好，今天晚上我去他家一趟，拜托一下他。太谢谢你了。你再这么跟我客气的话，他已经歪了吧？把这给我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行吗？行，我手劲儿很大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再见。哎，啊，你开车小心一点啊。好。你怎么不在房间好好休息啊？我上趟厕所。
这芦荟汁好喝吗？嗯，很清香，就是甲鱼汤有点喝不惯。是不是我方法做的不对啊？有点腥吧？也不是，就是没有这个爽口。这芦荟汁还美容呢。是啊，美容那你也应该喝点。行，以后我每天给你蘸，我也沾罐喝点，没准等你病好了，我也成一仙女了。怎么了？不行啊？哎，刚才陪你来的那个先生是谁啊？一个朋友，很好的朋友。嗯，明白了，是从那种男性朋友慢慢变成男朋友的那种。你说什么呢？只有夏克姐那种人啊，才会要我的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贬低自己啊？啊？这先生还不错啊。不错的男人啊，满大街都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喝汤吧，你啊。哼，你知道吗？女人一般对什么样的男人才说“开车小心点儿”？一般是自己的儿子，或者老公。要么就是男朋友，这都什么鬼了？葡萄，堵不住你嘴啊！到了国外，自己多保重吧。我本想再去看他一眼，可又怕反而让他分心，想想还是算了吧。你可能不相信，我曾经嫉妒过你。为什么？在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以后，他对你，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他可能放不下心的是他女儿吧，他可能怕我带不好甜甜。以后你就会了解的。人啊，总是在经历了大灾大难以后，才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。可惜，多半都晚了。不过我坚信，你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放心吧。杨阿姨送给你的。啊，扇人 P4，我一直想有一个。他，杨阿姨他走了，远嫁到美国，这一走啊，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呢。喂，啊，林先生啊，好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嗯，好，走。这个周老师的病历呢，我调出看了一下，这个病历呢好像还有一些疑点，不过呢要等最后几项检查结果出来呢才能确诊。另外，这个主管周老师的治病的这个张医生呢，虽说是年轻点吧，但是很优秀的，我呢也会关注这个病历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谢谢您啊。那您说这疑点是会更好啊，还是会更糟啊？嗯，这不好说，咱们都祈求情况好吧。你打算一直这么请假？我也想不了那么多，以后能回阿门院就回，回不了再找别的活干吧。反正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告诉我，我算不算你的朋友？算啊。答应我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都别忘了这点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就说一声。嗯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下夜班不好好在家补觉，你瞧，这下眼袋都出来了。这不好些日子没来了吗？不过来瞧瞧，不放心啊。真是，这又买什么呢？给我。哦，不用了，这荞麦面和玉米面。娜娜她公婆啊，从乡下带来的。现在不是老年人都吃粗粮好吗？预防高血脂呢。哎呀，这要加点野菜，这么一煮啊，那就成了过去忆苦思甜饭了。怎么这越吃越回去了？家里头有什么事没有啊？就好就好，你工作那么忙啊，往后就别往这儿跑了，没事打个电话。你比一鸣啊强多了，自打去了香港，连通电话都没有。哦，一鸣在网上跟甜甜有联系，我忘了说了，还问你们二老好呢。这香港电话费不是太贵吗？嗯，妈。肩膀怎么样？我给你揉揉。好，享受一下。来，有点深。哎呦，舒服啊。他妹妹红提是甜甜最爱吃的，专门给他留的。我看小米气色不好，好像还有心事。哎，那按摩院的活儿不轻松吧？先让他干着吧，他那脾气，你不让他干活，比让他受累还难受。这么拖下去啊，非把他拖病了不可呀！这老上夜班，这白天还得照顾甜甜，严重缺觉。哎，咱把甜甜借咱这住一阵儿，也帮小米减轻点负担。哎，先别跟他说呀，他是个怕麻烦人的人。先做通了甜甜的工作，他就没话说了。在这儿呢，表姐叫我过来照应着点儿。哎，畅畅，赶紧叫爷爷奶奶啊！爷爷奶奶好。哦，你们住这儿啊？爷爷奶奶。哎，你说这小米，就上我们家也没提你这档事儿，总麻烦你多不好啊！你也有那么多事儿呢。甜甜，我和爷爷来接你的，上我们那儿住一段，你妈也去住，奶奶把你们娘俩床都铺好了。那。要不等妈回来商量一下再说吧。商什么量啊，奶奶说了算啊。哦，吵吵想吃蹄子是吧？啊，爷给你洗去啊。这个小馋鬼，伯父，还是我来吧。嗯，炖什么呢？这么香啊？是乌龟。乌龟？吵吵，你懂什么呀你？奶奶是排骨。就是乌龟，有壳的，会爬。姨父每天都吃一只乌龟。吵吵。赵守贵，告诉爷爷，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姨父啊？就是甜甜他爸。是甲鱼。娜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甜甜他爸爸住院了，是胃溃疡。是胃溃疡，他没去香港啊。胃溃疡，胃溃疡也不至于瞒我们的。溃疡也用不着天天吃甲鱼呀。
妈。妈。妈。行了，这不说好了不哭吗？您别这样。心已不会颤抖，为什么泪还在流？已经分开了的手还在空中摇摇，时光悄悄地流。